近日，我们拍到宋祖儿与好友聚餐结束后走出来。当天，她身穿黑色外套，戴着白色帽子，大概是担心被人认出，一直戴着口罩。只见刚一出门，她看了眼周围标识，就开始打电话，似乎是在联系人过来接她。看她在忙，好友也就没有打扰。不过宋祖儿趁着电话没接通，主动与他们闲聊。没过多久，她与人聊完电话后，随即放下电话与好友们继续说话。但没聊多久，来接的车子就已经到达，于是几人就停止聊天。可以看到宋祖儿打开车门，拍了拍其中一位好友，让他先上车。等他坐好以后，宋祖儿这才与另外一位好友陆续上车，之后司机就顺利将他们送回酒店了。据悉，宋祖儿现在正在横店影视城拍摄新剧，难得有空出门与好友聚一聚，想必祖儿今天也是相当开心呀。